我是在地新闻，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代替。最近事端是不止啊多，而这个普悠玛调查报告甲铁机路灯的事件了后，再来传出着官商勾结的弊案。讲十一年前，做台北公务大长的周祖德涉嫌以不实的招标书虚报着500万的工程来收commission。台北地检署带回15个官员甲厂商。透明来问笔录，其中有4个人拢以30万来交保。有什么话想要说？检调查出来，真侪年前的弊案，代替现任的电务处长就做得低调，入去到北检，验过10个人，不是伊一个人尔，包括代替的承办人甲承包商有15个人，拢调去北检问。这件官商勾结的贪污弊案，起因就是2008年新丰站场的改建工程，当时做台北公务单单顶的就做得利用机会，甲承办人员林昭正勾结，先甲地标厂商片面终止契约，说来又过以不实的招标书，和新的承包商发生因。硬件指标，佮将进行一个承包商，佮将营造已经做的工程列入追加预算，结果500万的工程经费创造可米想，点佮涉嫌官商勾结的发生负责人面对镜头无承认犯案。我们得罪了大经理，就必须接受黑白两道的考验，我们就有面对他。好、哦，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炼，所以你是觉得冤枉就对了，对。北检认为，这案件牵涉到贪污治罪条例，已经搜索提回相关的证物，嘛将周祖德、林昭正发生硬件的负责人苏兴达以及标案的监造人罗兴宏等四人列为贪污的被告。透明问过了后，裁定四人各以30万块交保。这个案件将继续扩大追查。